个地方呢，就是森林保护区。如果你进到这个区域啊，大部分就进来，这是最安全的。哦，所以很厉害哦。这个四条形的这区呢，就是两个。那这个安全区呢，只是一般的，它可能很安全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可能还是会遇到危险哦。所以这个才一分。好，那危险区呢？很明显嘛，危险区就是有人可能在那边架鸟网啊，红色飞过去就啊扑网就黏住了。我当然会说，第一只老鹰请起飞，你要起飞，好，不出一只飞，第一只老鹰。